好好好好好好饼来的是吗？下面饼来的 OK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ol 的 P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 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吃这个仙草饼的挑战。那么他其实跟我是同一碗来的，但是给他搅到变成这个样子了，其实是同样的一碗东西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要看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就全部整碗东西都变得一干二净，就是整碗东西都吃完。然后你讲一二三啊。我冬季啊，我相信我一定会赢他。我懂。这是鱼圆来的、啊。你这边会有鱼圆的好像。很歪的那东西，很歪。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吃很多年了。我觉得白色还好，这个红萝卜更硬耶。没有啦，你这些酱快吃完了没？怎么办？胖子的本能。看他身形就懂为什么、啊。那你刚才你一抓，这是你的感觉。继续拍下去。这是你的感觉。啊，我感觉是很伤。听到了吗？听到。我的感觉是很伤心，因为很不公平哦，给我跟一个这样弄的人比赛。对不起。啊，那么我输给了他，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惩罚呢，就是要在地上喷着，然后一面喷一面吃，在培育院的地上。一面喷一面吃，然后希望不要给干抓。Thank you.
这紫外的广告。不然怎么了？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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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